哦，我说蝴蝶，然后翻翻看你手机壳，蝴蝶，对，他们都不是蝴蝶招财吗？招财，财不在你身上，财来，棉八方来，哎来，全都来我的口袋，分我一点儿，给你。叫什么？雷哥。大家云和我一起拍 MV。来三二一。这是乌龟，上次那个乌龟啊，哇，是王八，乌龟是乌龟。手臂不行。你啲明乜手啦？你看老鼠仔都出来了，好嘢喎你，系咪先？审死真的很忧郁，为了拍手鞋付出了全部。啊？哇！拍了，像一座山一样。看到了，哎呀，都摘，这个枯萎了，哎呀妈呀，姐姐拔掉。你俩一定要把一模一样，完全 copy。也不算完全一样，组成了一些。有书记可以再往外面一点点的，对，挡不住。好，来，像这样的，三二，我站后面，停下，三二一，哎，对，三，轻一下，来，准备，三二一，你可以摆个手办在上面的喽，这样子。我想把他们放到你知道吗？我在旁边活泼一点，互动感强一点。Beautiful 为什么 OK thank you。 好，再来，三二一，我觉得你们等一下拍照的时候可以一面穿这样子，然后另一边转在这。嗯，对，是吧？我是紫 purple。
哎，其实也还好，我觉得包姐这是不介意这个的。绝美绝美！等一下，来，再来一遍。哇塞！绝美！感觉你这身和这个景完全是吧？融为了一体，融为了一体，成精了也是，棒棒的！天哪，真的好看！哎，会买还是会买。今日我的 OTT 是熊猫元素，长不长？数下多少只？熊猫100只，嗯，哇！我刚刚那小，在我这就一只，因为在我心里就是我的唯一。这两个油腻吗？你们俩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？我们是 Pink Pink 组合，就是不同风格的。他是异域风，我是什么风？我是叫什么？鬼马。我是叮叮当当风。我是叮叮叮叮当。你们好像太像那个，我们应该拍抖音魔性抖音那种，换一个场景一下。我跟你说，刚刚有两个粉丝吵架，然后他们吵起来了。我说不能吵，不能吵架，不要吵架，互相给对方送礼道歉嘛，人家可不。怪你屁事！你看他刚刚不是穿的，他说我穿 IT 男套装，怎么突然变美了？我比他高多少呀？我们高那个5厘米左右。不能，我比他高8.5厘米。那么精准，那么精准，天哪！我169.5，我1.61米，真实身高，真的是。你也换衣服啦。来介绍一下你今天的穿搭，要乱搭，酝酿了很久这两个字，哇、哦，好看，这里有光，哇塞，这个真的好好看，美女啊，真的很好看，这有光，为什么剪到手呢？啊，因为很可爱，很可爱。怎么开始鸡毛掸子？今天我不是古人，今天我是温婉的小女孩。嗯，今天你是这家客栈的千金是吧？咦，没事，随便拿。大变样了，大变样了！刚刚应该来个那个变装转场。确实是因为我这个变得有点太大了，大家一看一下变。这么大的，今天是几几年的学生？我今天应该是一个很多年前穿越回来的学生，我今天还有点陌生。我说今天旁边这些人都有点迥异啊，这个各个朝代的都有。我说我还有点紧张呢，我抱着我的书，我的扇子，我瑟瑟发抖。嗯，你是从哪个朝代来的？我不是从朝代，你是就是现代的。对，我从书里面来的。从书里面来的，对，哪本书呀？你是哪本书里面的？
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重生之我是完美，这是我拍的最好的拍子，看一下，他非常的开心，现在再来，我本来已经破防了。这个还挺不错的，还挺搭的，还可以。哎，这是我哪边脸怎么这么别扭了？我想要跨过来这边，把它掰过来。你要把它掰过来。你要不取下来，它好像可以直接拿下来。来。这也是。真的啊，真的很像古玩店儿，太极点。来，什么都拍完了。我一人、两人、四，都拍立得了没有？我一人、两人、四人、九人都拍完。之前拍一个飞天坠落是方琦。不要听，不要听，不要听。你还那么松弛在这儿？哦，很快就拍完了。他好厉害啊！他是盲拍，然后能够拍出这么好看的。3、2、1，富贵撞人，怎么我撞成了？人，你在吸引我的注意。第一，我不叫女人；第二，我没有吸引你的注意。好顶啊你！可以可以，让我教教。啊！哇塞！天哪！天哪，是不是很优雅？对呀、已经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了。超绝度假状态。一己之力把陈真真的拍立得价格给他打上去，给交差了。对你摄影师有没有什么高度评价？摄影师真的又会找角度，然后又会把人脸拍得很好。我觉得他就是结合了世界上所有摄影师里最美好的品质，美好的品质，太快了，美好的品质。你就是那个48外包，没错。拍立得摄影师，免费的那种，大家都看懂的就比较时尚。你们俩都换装了，就是看我们俩，我们俩很时尚的穿越，记得好可爱。哇塞，那是你小妹儿，又开始演起来了。你在这喂鱼吗？是乌龟。哦，乌龟。一条。难到我了，我也不知道乌龟能不能吃葡萄。大家靠近一点。